海獭妈妈会把宝宝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给宝宝喂食、睡觉和玩耍。一妈一娃漂浮在水面上，享受阳光和微风。海獭妈妈刚把小宝宝哄睡着，然后留下小宝宝独自一小只在水面上，自己潜到水下等等游泳。但熟睡的小宝宝随波逐流，越飘越远。当海獭妈妈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宝宝不见了，她非常着急，在原地不停地呼喊，刻舟求剑一般寻找宝宝的踪迹。海獭妈妈的尖锐呼唤叫声回荡在水面，终于小海獭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也用同样叫声回应。海獭妈妈听到远处传来了熟悉声音，迫不及待地游到了孩子身边，马上用自己的鼻子亲吻宝宝，表示浓浓爱意，安慰宝宝受惊的心灵。小海獭也用小手手抱住妈妈，表示感激和依赖。为什么海獭妈妈会抱着孩子放在肚子上漂浮在水面上呢？这是因为小海獭的毛发非常厚，但没有油脂，很容易被水浸湿。如果长时间浸泡在水中，小海獭就可能会沉到水底而溺水，所以海獭妈妈会抱着孩子漂浮在水面上，让孩子远离危险。海獭妈妈还会不断给宝宝梳理毛发，让毛发保持干燥蓬松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，那就是小海獭太可爱了，海獭妈妈舍不得放手，她想要一直抱着孩子，享受母子之间的温馨时光。